为什么拿走我的眼球？为什么不好好牵着爸妈？不知道怕吗？啊？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穿这蠢样这边打工啊？紧紧的抱着爸妈的腰啊，手背啊，大腿啊，心脏砰砰砰跳超大声，哇，就是喜欢看到你们这些人被吓得抱在一起的样子。但是你呢？你有没有做到啊？叔叔，对不起。什么叔？叫哥。贝贝。妈妈，那个叔叔好恐怖哦。不说了吗？叫哥。你被开除了。可是那小鬼走掉，还拔走我的眼球哎！眼球的钱从你的薪水里扣。不会跟我学校讲吧？能不能不要告诉我舅舅？要讲的话，至少等我舅妈不在的时候再讲，可以吗？舅舅，电话不是你自己打来的吗？我就是要打来测试你会不会接。什么样的学生会上课接电话？我又不在学校。不在学校？在跟谁讲电话？没有卖东西的了。像这种什么训练出副业商品，我不需要，我要挂电话。喂，说话啊。是男人都需要腹肌的，现在跟我说话的是女人，那就不用了，再见。我们当老师当这么久，没看过像你这种混蛋。20岁还在念高中，都可以颁个奖给你嘞。那你爷爷奶奶身体还好吗？我没有去找他们了。不叫混蛋，不准拿开电话。够了吧？算了，你那个跟你一样混蛋的舅舅说，这次学校有很多比你笨的笨蛋，说不定你旁边就有一个，你这个少打两场架就可以避开。你干什么？拿来我们讲完。拜托，你这次好好的毕业哈，再见。这位同学叫做切小金啊，姓切的真的很少见了。切，我姓切。可不可以跟老师说一下，转学第一天第5节课才到是怎么回事啊？不要啊，那也没关系啊。那金同学，你就去坐小公主旁边吧，也就是第2排走到最后1个座位。起来，你那是第4排，坐你右边那个就是。那是左边。本校的学生都知道，上课手机要关掉，这是基本礼貌。金同学这次呢，是他高中生涯第3次转学了。那各位同学要多多珍惜跟金同学的同窗时光啊，因为可能不会长了。想就要借这种事是基本礼貌。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早点回来成绩家业要紧。换你爷爷跟你说，来。喂，金毛。不关你的事，不要管，听到没有？听清楚了吧？爷爷刚刚虚弱的说，是不是听到没有？高中练不完没关系。金毛，你要快一点好不好？练五年学到的，没有听到啊，金毛。金毛，你为什么头发是金色的？金毛，吵死！金毛，金毛，叫凡凡呐！金毛，你要拉住你是不是？放小心点。金同学，谢谢你。你好臭、哦！他们刚逼我喝马桶水。
就打一个是吧？转学生金毛与学校老大蝙蝠味的娘炮争风吃醋。我早就觉得小公主是了，你看她长那样，是不是很想吐？那个美婷，她才小高一耶，怎么跟你讲？我知道女主，五官那种阴森的那个嘛。金毛最后得逞，从蝙蝠手下救了娘炮，赢得芳心。金同学，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没有啊。那为什么我教你们做书架，你却做了一个房子，还做得如此的精致，都让我想要跟你买过来作为收藏了。我是不会歧视了，做老师的还是希望同学们先不要把重心放在恋爱上面，尤其是一转眼就要放寒假了，再一转眼啊就开学喽，再一转眼就毕业啦，考大学啦，退学啦，再一转眼啊你们就已经有了孩子啊。我什么都知道，抢个高点。全都你害的，还给我装没事。那你可以叫他们来找我啊。我讲，我拜托他们来打你。他们说打不过你，打我比较过瘾。哦。他们听到我讲。电话你到底要不要接？不接就给挂断。他们说寒假开始，135打我，26的徐立汉，你负责任啊你！导师办公室广播，导师办公室广播，3年3班切小金同学，你的家人有急事来电，要你检查一下你的手机。金同学，麻烦。请你告诉你的家人，学校不是百货公司，老师不是你的秘书，广播也不是拿来这样用的。跟我讲电话没关系吗？没关系，你舅妈去当铺了。当铺？为什么去当铺？她说要把婚戒卖了，看看我们的婚姻值多少钱。哦，放心，离婚而已嘛。舅舅，你是在哭吗？没有，你舅舅的人生写出来就是勇敢两个字。火车要开了，你们可不可以下车啊？都是他，搞得我现在要跑步。我本来打工都找好了，结果你看，他根本是温泉饭店的小开。哇，刚刚跟我含金汤匙，含什么汤匙？这边含东西讲话。好紧张哦，要看到你爸妈嘞。你家温泉饭店长什么样子啊？我爸妈早死了，所以爷爷奶奶在请。我警告你们，到了那边绝对不准说旅馆的好话。我们怎么会？啊？不管那里再豪华、再漂亮、再温馨，都不准说。可是这样很没有礼貌哎。
不是我们这些做晚辈应该要有的态度。有关系吗？也就是他讲虚假存在也是我们的白吃白住了。我是要培养对那边厌恶的。那真的假的？听都没听过，搞不好是冉若思。什么是冉若思？我觉得你多虑了。哎，欧欧绿冠什么意思？应该是圈圈的意思。一双拖鞋50块，两双200，你当我们是傻子是不是啊？你这种健身圈交钱哎，还不准哎！那个水面上全部都是浮油跟泡渣，怎么泡啊？还有你们这个店啊，跟官网上面的照片都不一样，可以告你知道吗？诈骗！算了，总是你们这里不干净啊，退钱啊！又是幻觉。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啊，没事吧？没事吧？啊，没事。对不起，对不起。算，都怪我们太仁慈。走。天哪，这里连门都是坏的。我脏了吗？现在人真的很坏耶。对呀、啊。做这网页的人也真的很过分、啊，这是骗你们这些老人家不懂啊！提醒你吧，知道会被告啊！朱里上路，早上不知。我叫许厉害，是小静的朋友。好、啊，你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就好了。哎呀，为什么人家爆出来了？王先生，我叫陆群，跟金毛有点过节。你们这是故意的。我可以理解，你这副德行是想成了你那么可爱的孙子。小林木没跟你一起回来吗？谁啊？谁啊？你看你孙子，高中读5年，记性比我们还差、啊。所以小林木是什么？我怎么知道啊？哎呀，你有没有怎么样？你们是念这间学校的吗？不好意思嘛，我们不是故意的啊。不然你想怎么样嘛？徐丽汉，小公主叫徐丽汉，女生叫丽汉。基本上徐丽汉是男生，但实际上我们就不知道了。男的？金爷爷，我姓妾。这是你刚才写的吧？嗯，网路投币。投币，你们可以投币，但不能做。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大家往前靠。这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切家祖先开的路市，就是现在的旅馆。哇，好喷火啊！给你走。后来烧了。这就是当时的遗址。客家代代从事旅馆事业，做得有声有色，相当不凡。这是我小时候我父亲开的饭店，后来打仗饭店没了，来到台湾，在奶奶家的武馆工作，顺便娶了奶奶，
伤了小金的爸爸，没钱没胆量再开旅馆。来，往下一站。找谁呀、啊？喂，订房吗？喂喂，领导放心，他这一次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变成男的。宾馆黑人啊？不是，听声音好像是个女的，但讲到最后，他又说他是男的。要没生意。靠这个吧。哎，我们的温泉对身体有疗效，记得起泡啊。钱，你给我钱我翻脸了。看你们这些懂事，清洁费就酌量收一点吧，免伤和气。看你是小金的同事，谈钱真是。十点以后，我会把多余的电源关掉，省钱，节约。你为什么变成老外了？你呢？先跟你们说，如果在温泉里看到浮游和泡渣，那绝对不是浮游和泡渣，那是药材。小青，怎么样？还想找打枕头战啊？来到我们这间很厉害的旅馆。请问贵宾这次来要住几天啊？哦，三天啊。那先带客人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温泉吧。走。来，我们现在请两位客人把头360度往后转。你们现在看到温泉上面的浮游跟泡渣，绝对不是浮游跟泡渣，是药材。喝到药材一口，60000块。来，我们再把头往后一转。干嘛？我来看看有没有钱可以投，有事吗？来这里泡温泉？不要。你房间椅子怎么了？可不可以不要妨碍我投钱？走开！金茂很奇怪，他不止暴力，而且还会自言自语。哎，我以为他们安排总统套房给金茂睡，结果跟我的房间一样。也不知道温泉水真的还假。温泉好假的。有啊，浮游和泡渣，不是，是药材。
干嘛啦？你没有听到吗？可怕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叫我。是我叫的。我是说另外三种怪声啊，一开始是，后来是唰唰唰。先放开说话行不行啊？变态可以放开了吗？真的有啦，第三种绝对不是人类的声音，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那可以先把这东西拔开。不行啦。为什么不行？人家说叫醒梦游的人会害死他，我们应该慢慢的把他引导到床上去。那现在可以去了吗？一定是他讲梦话啦。干嘛？就我们两个人，这样多省事。是，你们不觉得这样有点像？像什么？不是嘛，奶，你们可以请人呢。请人不用钱啊，去把白布收起来，我要洗。哦。这些照片是要放到网络上的，之前想了很久，可是一直没有像样的年轻人来。啊，我们就像样吗？哎，别玩了，看清一点，没包圆的，给我上来，快点上去！为什么可以上去？那为什么不找我拍？你笑得不好啊你！我们这里是正派经营。小心火车，小心突破上风。这戏一下就没事了。想都别想。舅家可能有医药箱。舅家在哪里？我还撑不到这么远啊。旅馆太好钱，我们全家就住在这。我找到了，什么声音？壁虎了。好痛！好痛！哎，抱紧点。哦。
的旅馆，请问您要住几天呢？我想啊，就住一辈子好了，好不好？啊，一辈子嘞，不要不要哦。长这样根本是诈欺嘛！找死啊！要他我走了啦。哎，那个娃娃屋，哪个娃娃屋？就是刚刚你玩家家酒那个娃娃屋啊！什么什么？哪有家家酒、啊？那是旅馆经营模拟游戏，是模型。看起来好棒哦！在哪里买的？我们全家一起做的啦。我跟我爸妈都用那个沙盘推演旅馆经营。好好，你是男生，你爸妈还陪你玩扮家家酒，像我家就不太可能。你根本没在听我讲话，急什么急？对嘛，我还想多看一点，多了解你一些啊。出去！我不能泡水，会得蜂窝性组织炎。不要。你不是说会得蜂窝炎？警方已经证实没有您说的那件事，会不会是您已经吸入一些一氧化碳，导致您不是那么清醒呢？主持人，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啊，就没有火嘛，碳就还没有烧嘛。接下来我们独家取得当事者所声称先当事者一步自杀的旅馆老板照片。激动，撞在我房间撞位置昏倒。刚才到底是怎样？我看到鬼。谢谢。我之前讲过的不讲好话，尽力就好，不用特别跟鲁迅较劲。哎，是真的。我本来以为是鲁迅，可是那个东西有头发，有手。还会飘哎！你泡太久了。没有，我戴眼镜看。戴眼镜？那不是会起雾吗？我讲过不要疑神疑鬼的嘛。哎，还你。我不要。那今天晚上可不可以跟你睡？走开啦！想都别想。
是手。那等你们看到脸的时候再跟我说。是真的。那我怎么就没看见？我爷爷奶奶怎么就没看见？就你们两个第一次来的看得见。废话，这旅馆是你们金家开的，传出去你们生意还能做吗？小静，会不会跟你爸妈有关系啊？就算真的是他们，他们也应该第一个来找我，怎么会去找你们两个陌生人？不一定哦，我们刚刚来的时候你爷爷奶奶还不是认错人，说不定他们觉得我们长得比较像是他们记忆中可爱的孩子啊。既然你们觉得这里有鬼，你们收拾东西回去啊。小妹，我啦。哥，你在哪里？先不要说这么多了，你有好好喂阿红吃饭吗？阿红在吗？有啊，他在旁边摇尾巴呢。哥，你现在先告诉我你人在哪里吧。怎么了？阿红是我外婆。哥，哥，哥，喂，喂，露露啊。姐夫哥，我哥打回来了。喂。这几天不都好好的吗？我本来还以为你病都是装的。爷，嗯，那个模型是不是丢了？哪个？旅馆经营模拟游戏啊，模型呢？哦，娃娃屋，炸炸酒还在。你哪里痛啊？我付了药的。干嘛打我啦？笑屁哦，你们怎么还在啊？果然热闹的日子不长，腿长在你们身上，人要走谁也留不住。小金也是，他爸爸妈妈也是。现在就拿爷爷来说，他什么时候要走，我也留不住。不准走，又想去哪？你们要走就走吧。要留下来就不要在半夜随便敲我的门，就算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也要保持距离再说，绝不要再随便大叫声有鬼啊就跑来抱住我，知道多恶。那这样的话可不可以跟你睡同个房间？哎呀，保持距离啊，烦死了。怕的时候别忘记偶尔睁开眼看看我，好好看我，虽然很痛，还是请你别放开我的手。静静的我，黑暗有我，在你身后左右，闪烁目光能照亮你四周，像是瞬间绽放出花火。距离能不能再近一点，牢牢抓着隐形的红线，漆黑一片终于见到前。近一点，心跳能不能再轻一点，放开我吧。但被你听到其实无所谓，只要你在我身边。小的我，有你在之后就变得很不同，变得轻松，就算是梦，不甘的心也会变得很温柔，开始跳动，未知门后，恐怖的事会很多，但我不再害怕，转身就跑走，就算落后也不会寂寞。
直陪着我。鲁群，徐一翰，我以前像这样被包围过，那几个人被我打到住院了，就算不是，我也可以很轻松。实在是太过分。你们没事吧？有，被你们打扰了。啊，不是啊，有没有什么那个？小金啊，我们这个年纪，说真的，很难再有什么了。这个时间只能够躺下去睡，运气好的话，隔天还能醒。这么晚了，你们三个还不去睡，是不是嫌白天不够累，还是在炫耀你们很年轻？怎么现在他们已经死了？死人会在白天出现吗？他们看起来像死人吗？你没看过那部电影吗？哪部？最少有五部。啊！晚转一点。奶奶，你晚转一点跟我说，有没有人死在旅馆里过？每一间旅馆。多少都有死过人啊，但是我们之间还没有。听懂完转，让开啊！金奶奶用过早餐了吗？先把这些都收完。啊，我只有点点心，不如先吃点。想吧。你先去啊。
放过。我没有。他有。所以奶奶也是人咯。是啊。他们活着真是对不起啊。从回来第一天开始，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旅馆的声音会这么差？原来就是因为有鬼。嗯，不要直接讲出来。对啊，没错。讲什么啦？那个字啊。一讲那个会听到，会靠过来听你在讲什么。哪个？哦，鬼啊。干嘛动他？手牵手，什么意思？鬼鬼祟祟吃什么泡面？下饺子给你们吃。那个的事你好像懂蛮多的嘛，是不少。那有方法把那个赶走吗？有。用什么赶？那东西你和我都有，而且很多。那他呢？他没有。哦，我知道是什么。那这样我们要快，走吧。嗯，动作快一点。是地之伤吗？是阳气。不，气势。其实就跟打架站地板是一样意思，谁气势强，谁就赢。走开，不要拖累我们阳气跟气势。走开啦！原来小金是想要屠夫。马文香那么久应该够了。嗯，有没有地方我可以帮忙？有，有个东西是你有而我没有的，装满谢谢。什么东西？童子尿。我没有。哦，刚刚那下说也不错，绝对不会有用的。静静等着看吧。你睡着了，小心啊。我没睡着。嘘。找几根线，几个牛奶罐，让他们玩，就不会玩我们旅馆电话，啊？是真的，我已经接到好几通这种电话了，这次更夸张。左耳左边，左边？不是，我的左边，我的左边，后面。很晚了，很晚了，我们睡觉了，回去了啊。马上画，那个爬山画。
什么不行？住个院好好检查有什么不对？搞得像是嫖娼一样有什么用啊？哎，不需要。我们这里的温泉对人的身心有疗效，而且我只相信你奶奶。那随便去度个假好了。度了？哪里？这里。上个月我和你爷爷开了龅牙那间房间，我们还在里面度了几个晚上。反正你们暂时不要待在这里了嘛。那怎么可以？现在是旺季，这里随时会是人山人海的。难道你想这间旅馆关门吗？哈！小金啊，我这里迟早要交给你的。你要记住，经营旅馆不能随随便便，说关就关，说走就走。我们要为客人负责，要为你爸妈负责的。我为什么一定要接手？一定要负责啊！旅馆要负责，鲁群跟小公主被流氓盯上也要我负责。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责任要负的？那蝙蝠那边怎么办？我来负责。哎，不走大门吗？你想退房啊？我们身份证。哦，对哦。是我再提了。天没少就会不干净，所以我才说经营旅馆不能随便。那你在手上漂？哎，刚刚金老爷不就说了，他在做水疗。可是你的病，就是做了水疗病才好嘛。啊啊！刚才你们提着行李要走去哪里啊？走！开玩笑，我刚刚就是为了要阻止金毛离开，才走到他面前挡住他的。就拿刚刚来说吧。我就是拉不住金毛，才不小心碰到奶奶。你们有在这里看过鬼吗？没有。金毛没事，没事的话不会告我吧？我怎么知道？这里几乎没什么客人，又是男汤，哪有那么多长发？我怎么知道？你们两个智商也不高，小经理啊。练了高中五年，一点都不聪明。
这些头发都不是我的，三四五六年没有换水，里边一定堵了东西了。你以为我们不想换水吗？我们都几岁人了啊，照顾这里光看我们两个真的很累，累的时候我就会想，也还好当年你爸妈坚持建了这个地方，只要这间旅馆在，我就觉得他们也还在。像那些走廊啊、房间啊、厨房啊、窗户边都好像还能看到他们，真希望他们常常回来看我们啊。嗯，唔好讲啦，就算佢哋唔嚟睇我哋，我哋迟早都去见佢噶啦，系唔系啊？系啫。虽然你每天都穿这样，我还是看不习惯。奶奶，你今天妆化这样，我看了才不习惯。那，就拿去给爷爷补身。有事？我打了好几通电话，你为什么都不理我？手机没讯号啊。打的是房间的电话。那是你打的。都没有声音呢、啊。发过誓，如果你不先跟我开口，我就不会先跟你开口。还好你刚刚先跟我开口。是要帮我办吗？不用。没事的话，我们还有其他事。金老板，哎呀，帮忙介绍一下嘛，你们好像很熟啊。这是我国小学姐，什么林的、啊？许林木。这是我同学鲁群徐一汉。常常听金奶奶提起那个漂亮的 Suzuki 家，原来就是你。我几次讲过。有啦。死包养。你是徐立汉？我才是。学姐你好，你大小林几届啊？大家干屁事啊？借过。好呛哦，我喜欢。下来了，白痴。我是鲁群，哎，你好。茄子跟榛子，你要抓到你。你刚刚是不是哭了？没有。哭？你怎么不叫我看啊？哎呦，我大金毛哭了。哎呦，有那个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嘛。啊，去死啊！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爷爷奶奶长命百岁。小金，这样子我就不用继承这间旅馆。啊？你们看，这个是鬼还是这个是鬼？先不管他画的有多幼稚多烂。我们现在讲数量，那个至少两亿。我哪有这样啊？火会突然熄灭，不要自己加油添醋了。不过奇怪的是，是我爷爷奶奶，我竟然从来没有看到过。
是男生，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都是男生，所以，哎呦，奶奶你不懂啦。我懂。你懂什么？我什么都懂。那爷爷呢？千万别让他懂。选一个，我们来调查。不要吧，大哥，我们一晚没睡了，鸡还没叫，烧鸭食堂守到现在。开始觉得蝙蝠跟那个都没有你可怕。我想选，但我的手真的举不起来。真没用。哎，金毛。我想跟钥匙自己讲电话。随便你，他大我三岁，算起来大你五六岁。哦，大的好，我喜欢大的，下流没关系。你不说我比较大。还好这一次，我们用了自然又合理的方法，把他们拦住了。但是下次他要走，我看我们再也拦不住了。我睇下你唔好再等啦。别再弄坏了，要缝回去，好麻烦噶。这算什么调查水池？你不要太过分了啦。水疗需要时间啊，不然你先回房间。我才不要一个人嘞！哎，很冷呢。冷你就下来啊。你是不会游泳啊？干嘛就是不下来？跟泳屁事啊！我妈死在温泉池里。不是这里的。我爸妈去日本考察旅馆经营的时候，我爸心脏病死。连旅馆的名字都来不及取，爷爷就在招牌上画两个圈圈代替。你那时候几岁啊？三年级下学期，九岁。哎，你干嘛啦？这是男的。你们也知道自己是男的嘛？我付过钱的，我工作也很累，也需要放松。你要放松到女生那边呐。小金后来正要升四年级，旅馆盖到一半，他就被我婆婆，也就是小金她妈妈，带回了娘家。那时候我刚好毕业，一直没等到你来献花，连再见都没来得及跟你说。你看着我讲干嘛了？那你妈呢？我在上英文课的时候，老师跟我都被叫出去，说我妈喝了酒泡温泉，淹死。就常常喝，就这样喝死。那你妈过世前都没有跟你说什么吗？不是盖那个鬼旅馆，你爸也不会死。这句话
从我爸死后到他死前都一直挂在他嘴边。他被发现的时候只有一张照片飘在他旁边。什么照片？这家旅馆动工时候的照片。你们知道蝙蝠吧？他以前有对我那样了。自从小金袒护我的事情发生后又更严重。谁袒护你啊？对啊，要不要脸啊你？我和他小学国中是同校，每天一起回家就变成好朋友。他是国二之后才变成那样的，而且老想跟我绝交。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这间旅馆是你们的梦想吧？我不管蝙蝠再怎么继续找人揍我，在我的背后写字，把我的书包丢进水沟里面，我还是想继续跟他当朋友。而且我也知道他心里也不是不想跟我和好。你那顶多就是被他打死而已啊，但是我是要扛死掉爸妈的。就是你说的那什么梦想啊，如果毁在我手里要怎么办呢？重点是这间旅馆是不是也是你的梦想？梦想梦想哪有那么简单呢？你以为在写作文呢？如果你爸妈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一定很失望。你以为是谁啊？哇塞，你不怕？还流氓哎？小金其实很善良的，他不会斗争。金老头越来越小气。哎，你有什么能改变？搞不好就喜欢看起来比较坏的。什么味道？一间间看吗？我真的好怕。我也好怕。没关系，我们找安全的方法。这样更恐怖了。怕屁哦，走来。闹鬼！你不要带爷爷奶奶走。闹鬼，笑死了！是真的。让开！为什么我讲的不行？我需要一个软的东西来垫。
鸡毛。该做的事情，像是太想你爸妈回来，怎么可能？爷，奶，佳佳就等你回头回来再玩吧，他们可能早就落单了，我们也走吧。要走的不是我，这是我妾小金家的留口。这方面我也算是一等一的高手，记住蜡烛可以防身，千万不能让它灭了。你说的蜡烛不要吵，你的薰衣草，我的是玫瑰，鲁泉是橙花，林木姐的是肉桂。干嘛啦，我带这种东西来又不是在用这种地方。你不用哦，好，不是你，是他。我为什么？我们出去之后就把门搬回去挡好，走吧。就因为我是女生？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是因为我们没有人会去打动车，如果真的有事就出去报警。走吧。先不要去厕所吗？你们两个是怎样哦？自己去。看清楚一点啦，站好。可是你不是说我们有蜡烛护身不用怕吗？
而且我这还是精油的。对哈、哦，差点忘了，薰衣草味还能舒缓鬼紧张情绪。去死啦！薰衣草味又怎么样？重点是不要让它灭。你给我。小心！这什么？阿黄给我的。哦，谢谢。但狗牌应该是没什么用。阿黄是他外婆。说过，我爸死在哪儿？不是日本吗？是雪地。我死在雪地，我妈死在水里。刚才不是怀疑我爷爷奶奶是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只要有这间旅馆在，他们也还在。你干嘛？的时候，爷爷奶奶把他们认成是我，知道他们是故意的，是为了气我，因为我是不回来。不要太过分，他们两个是我的朋友，
伯父，伯母，不要再吓他们，把他们吓死，我就真的没有朋友。我知道你们很气我，气我现在这个样子，气我放在这里不管。是不像小时候玩娃娃屋扮家家酒一样，你们不在了，爷爷奶奶总有一天会离开。我是一个连高中都念五年的人，我很害怕。小金，徐汉说的没有错，这里不只是你们的梦想，也是我的。你是很自私，爸爸是这样，妈妈也是这样。你们拍拍屁股就走，把我这个麻烦丢给舅舅舅妈，然后换爷爷奶奶。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你们毁了，可是怎样都还有好几年可以活、啊，可不可以放了他们？他们这么小气刻薄，一定会想到方法让这个旅馆继续下去的、啊。你们走吧。但是这一次。把我这个麻烦一起带走，我就原谅你。听他乱讲，他再不回学校会被退学的。小金，小金，你们家我认错人了。在这了，妈。Thank you.
绝对不会答应的。答应什么？我绝对不会答应他扎了我们谢家。小样，我没有。你有。完蛋了，头撞坏了。小林波向来来警告我好几次，我们都不相信。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保护你。就跟你说没有了嘛，也是真的。我的初恋这种事不重要了。那为什么装鬼吓人呢？
我这样辛苦啊，都是为了旅馆的将来。听不懂。哎，小金啊，你忘记了，这个计划是你跟你爸妈一起想出来的。我？嗯。什么时候？2002年8月14号，星期六下午4点钟。啊？我找你回来，就想商量这件事。林七的带了两个笨蛋犯的。你说什么？两个帅哥回来，正好找他们实验一下嘛。这种事怎么可能会赚钱？本来我们都是这样想，后来你奶奶看了一段新闻，她说外国有一家旅馆闹鬼，很多闲人抢着去住，鬼闹得越凶，它的价钱跟着乱涨，所以旅馆才破破烂烂的。不是，我们没钱装修。可是爸妈不是去日本考察旅馆？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小的时候在老家在旅馆的生活，对于小孩来说，旅馆是很好玩的。这是我要跟你爸爸说。后来他有一个经营旅馆的念头，当时我反对，说太冒险了。但是你爸爸说，不做过，永远不知道怎么样。拼命去做，一定要好事发生。那有好事发生吗？奶奶已经讲过了吗？不管谁先走，只要有这间旅馆在，就觉得大家都还在啊。啊，思思可以讲啊，你在这里啊，金奶奶不是叫你看着旅馆吗？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据我所知，今夜发现金毛跟小公主谈恋爱，受不了刺激就攻击小公主。小公主说：“啊，那是我初恋。”金夜说。冒个险，有好事发生。请问有人在吗？先生，不好意思，你这几天有包场，请问能订房吗？我有订啊，我没有错。到底要跟自己的公主在干嘛？工作忙，照顾客人。来，这位贵宾来。那么正常，他们梦想迈进一大步。
亲，我对你也客气。不久，舅妈，你这小子，你这小子，原来会笑的吗？都不用打电话的吗？还以为人都消失在这世界上了呢。说什么呢？哎呦，放心吧，这是一间让感情基础升温的旅馆。哎，爷爷奶奶人呢？对呀，人呢？规则一，紧紧抓住你身边那个人的手。规则二，永远要小心你的四周。怕的时候别忘记偶尔睁开眼看看我，好好看我，虽然很痛，还是请你别放开我的手。紧紧的握，黑暗有我在你前后左右，闪烁目光能出花朵。近一点，距离能不能再近一点，牢牢抓着隐形的红线，漆黑一片终于见靠前。近一点，心跳能不能再轻一点，但被你听到其实无所谓，只要你在我身边。胆小的我，有你在之后就变得很不同，变得轻松，就算是我不甘的心也会变得很温柔，开始跳动。未知能否恍惚的是鬼点头，但我不再害怕，转身就跑走，就算落后也不会寂寞。慢一点，脚步能不能再慢一点，时间再次变得无所谓，不可思议的空间。胆小的我，有你在之后就变得很不同，变得轻松，就算是我无力的心也开始会跳动，就像挥霍未知门后，恐怖的是会变动，但我不再害怕，转身就跑走，你的勇气也能感染。前方的出口，就这样回头，真希望我把上面的话坦率地说出口。没用的我，推开门后，说怎么还未回头？原来你早忘记放开我的手。有句话我现在就要说。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既然你们入了我们妾家，也犯了毒誓，旅馆这个秘密不能外传。所以说，我们能够买到这么便宜的土地，不是没原因的。享受鬼屋主题旅馆也是不得不做的。小心，
弄完我们看电影。果然是假温泉。